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是复活期八日庆期星期二的弥撒。弥撒经文请翻开第四页，读经第48和第49页。这台弥撒是为邓伟文、陆少贞、Georgina、谢恩而奉献。上主将智慧的水赏给敬畏他的人，当作饮品，他常与他们同在，总不动摇，并将永远表扬他们。阿利路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平安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你赐给我们逾越的救恩，求你使我们常常获得你的助佑，在现世享有圆满的自由，将来在天上亦能得享永恒的喜乐。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中途大事录。五旬节那天，巴多禄向犹太人说，以色列全家应确知道，天主已把你们所钉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麦西亚了。他们一听见这些话，就心中刺痛，遂向巴多禄和其他中途说，诸位人人弟兄，我们该作什么？巴多禄便对他们说，你们悔改吧，你们每人要与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并领受神圣神的恩惠。因为这恩许就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远方的人，这些都是我们
上主天主所召叫的。他还讲了很多别的作证的话，并劝他们说，你们应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时代。于是凡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在那一天又增添了3000人。上主的话。上主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言语是正直的，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忠实的。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请看上主的眼睛常关注敬畏他的人，他的双目常眷顾靠他仁慈的人，为使他们的性命脱免死亡，使他们在饥馑时生活如常。我们的灵魂仰望着上主，他是我们的保障和辅助。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有如我们对你所存的期待。各位基督徒，请向逾越节羔羊献上我们的赞颂之祭。羔羊赎回了羊群，圣洁无罪的基督，使罪人与天父和好如初。生命与死亡展开决斗，生命的主宰死而复活，永生永王。主啊，请告诉我们，你在路上看见了什么？我看见永生基督的墓园，他和他复活的光荣，作证的天使，头巾和脸布。我所期望的基督已经复活，他要在你们之先去到加利勒亚。我们知道基督确实从死者中复活，胜利的君王，求你垂怜我们。阿们。阿利路亚。阿利路亚。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阿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约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玛利亚·马达勒纳站在坟墓外边痛哭，她痛哭的时候，就俯身向坟墓里面窥看，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一位在头部，一位在脚部。两位天使对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他答说，有人把我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说了这话，就向后转身，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向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他以为是园丁，就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取回他来。耶稣给他说，玛利亚。他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勒布尼，就是说师父。耶稣向他说，你别拉住我不放，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玛利亚·马大勒纳就去告诉门徒说，我见了主，并报告了耶稣对他说的那些话。
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选定的日子就是复活的，耶稣复活。今天听回第一篇的读经中途的大事录里面，一路继续巴多禄继续跟他们讲，就是说解释这位的耶稣是谁。一路讲了之后，人一听到了之后，或者讲一部分，是不是一部分听到了他讲之后心中刺痛，痛就是因为良心的反应，对于一些对的东西，对于一些善的东西，对于我们的天主创造我们出来的真正的人性的，再反省回自己所做过的东西的，所以我们感觉到痛。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听道理看福音，很多时候一针他们刺到我们，这样就因为我们真的好像我们是错的一样，做不到好像我们福音听到的所有的事，所以我们刺痛。而就是因为这样推动得到人去来走向耶稣。所以为什么他继续下去就说，那些人问那我们做什么，领洗吧，悔改领洗吧，以着基督的名去领洗，然后得到罪恶的赦免，得到圣神的恩惠。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听到道理，得我心里面有主就得了，不用领洗，甚至啲儿女啊嗰啲，等佢大过咗先。几可惜，呢个系耶稣基督亲自同我哋讲，要经过领洗。所以点解我哋咁着重咗领洗圣事？我哋传福音，当然唔系要所有人要领洗，但系我哋期望住佢哋会领洗嘅。我哋唔会强迫佢哋领洗，但系要达到为佢哋祈祷，希望佢哋踏出呢一步。但是有一样东西领洗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与基督同死，死于的救我，然后呢是复活。这是上主选定那一日，耶稣的复活的重要度。所以我们领洗 的目的的是要罪恶的赦免，然后得到圣神的恩宠，他来爱主爱人，来回答回上主的慈爱弥漫大地。今天的福音里面记载着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就是耶稣复活了之后，未升天之前，玛利亚立立走到去坟墓，但是发觉不起到，而他怎样，他一路喊，他一路喊，天使问他，女人你哭什么，耶稣出现对他说，女人你哭什么，在那里哭，为什么他哭，甚至耶稣告诉他，认得到耶稣出来，他拉住耶稣，耶稣甚至跟他说，玛利亚你别拉住我不放。这一种的有一个危机出现，很多领了洗，他们只是当到信仰是一份的心灵的寄托。心灵的寄托不是不好，但是不能够只是心灵的寄托。这个心灵的寄托即是好像玛利亚马特勒一样，未有圣神的指引底下，他只是依赖着人的耶稣，而不是神的耶稣。他拉着他不放，所以他依赖着的是真人的耶稣而已，只是一种的心灵寄托了下去身上，依赖着他，而他没有真正的领洗的精神。即是说他信的不是，所以他
耶稣即刻提佢，话俾佢听，话佢听，我升到我嘅父同埋我嘅父同埋你哋嘅父嗰度，即系话玛利亚，唔好净系掹拉住我嘅人性，而系你一定要超越得到去到神性，神性嘅地方嘅，即系话已经超越得到人性上面所有嘅嘢，唔好净系拉住啲物质上面嘅嘢。所以点解好多领咗洗嘅基督嘅天主教徒，好多时候一样个信仰唔能够再升华，就是、因为佢始终唯一个信仰嘅系一种嘅人性方面、物质性嘅方面嘅嘢，所以发觉一旦呢类嘅信、呢啲嘅唔深嘅信仰嘅人，一旦遇到困难、痛苦，佢会发觉哭喊、怨天尤人。所以呢个就提醒住我哋，如果系咁嘅话，即系话当我哋面对住一啲痛苦困难嗰时候，我哋所依赖嘅信仰只系一份心灵嘅寄托。但系唔好唔记得，心灵嘅寄托如果净系咁嘅话，所以一遇到痛苦，一遇到其他嘅嘢不如意嗰时候，心灵嘅寄托冇咗，一冇咗嘅话，信仰完全唔能够支撑住佢哋。就是、因为我哋嘅信仰唔系净系依赖住嗰个人性嘅耶稣，人性嘅耶稣佢系死亡，但系我哋嘅信仰系基于复活咗嘅耶稣，死而复活嘅耶稣，嗰度先重要。呢一日系天主选定嘅一日嘅，记得。所以希望我哋而家喺特别呢个嘅八日嘅庆祝里面，我哋一定要时时提醒住自己，我哋唔好净系当信仰系心灵嘅寄托而已。唔系，一定要将佢。如果唔系嘅话，我哋未能够死于自我而复活。所以，如果净系围绕住心灵嘅寄托，我哋净系依赖住嘅系死咗嘅耶稣而已。而耶稣未能够复活，所以希望我哋嘅信仰系要复活，系基于复活咗嘅耶稣，系期望住嘅有望得，正如呢个复活节望住嘅系将来嘅永生。然后在世嘅活出有意义嘅牺牲嘅充满住爱嘅，所以呢一度系复活咗嘅耶稣，充满住爱，充满住嘅系能够更新自己，藉住领洗嘅系罪恶嘅赦免，能够得到恩宠，能够去付出，能够牺牲，呢啲就系耶稣复活咗嘅耶稣嘅信仰。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又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仁慈的上主，求你收纳你子女的奉献，使我们在你的护佑下妥善保存现世所得到的恩宠，将来亦能获享永远的幸福。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你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由于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今天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因为基督真是除免世罪的羔羊，他以自己的死亡消灭了我们的死亡，并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为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和我你卑微的仆人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
懷著復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並求你垂念我們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們享見你聖容的光輝。求你垂念我們眾人，使我們得與天主之母同貞榮福瑪利亞、他的正配聖約瑟、諸聖宗徒以及你所喜愛的歷代聖人共享永生，並使我們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顯揚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你们既然同基督一齐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你们应该体味的是天上的事。阿利路亚。请各位领圣体的教友留意，为恭敬圣体，请先清洁双手。到跪凳时，请先拉开口罩，用双手接过圣体，立即将圣体放入口中，然后戴回口罩才离开跪凳。多谢合作。
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愿洗礼的圣宠在我们身上发挥圆满的效果，使我们来日得享永远的幸福。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尼撒礼城，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感谢天主，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圣人罗格随役主保重。天主，你曾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驱得免疫症之害。我们恳求你，因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赖他的转求，除免我们神形诸役。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大圣罗格，请为我们祈祷。